这个城里面就是超安静的，就已经到玛雅这边都没什么车，好安静啊。茶点，然后靠近玛雅会查那个车的。是阿含经啊，阿含经就是泰语的音译了。清迈最正宗的一家中餐厅呢，在这边，而且性价比很高的一家，所以很多想念中国味道的人都会来到这家吃啦。它这个位置呢，离玛雅也不太远，步行基本上就可以到达。好呢，然后这是他们家，基本上都有中文菜单。在拍视频，我凉面才40泰铢，都不。中文他们的看什么的康师傅，还有大白兔，天哪，这很多挂面也有这块，这个划算的。藤椒味的瓜子，这我还头一次见到藤椒味。这个都有都有点贵的感觉。还有螺蛳粉，你看好多，好多好多呢。这边，这有点脏。大一份，它有底菜还？有的。现在呢，就在吃他们家的藤椒鱼，超大一块的，大一块，看到。鱼都这么大一块，而且味道都相当的正宗。喜欢吃中餐的就一定要来这儿，就两个人点一个这个鱼就够了。哇，这些太烦人。他们家那鱼都超大一块啊，而且味道都超正宗，就两个人点一份鱼就够了，超划算的。在我们云南，我们住在山里面，所有菌都可以吃，没有不能吃的，有毒的被我们一加工照样能吃。好吧，什么都可以吃。看我们都没吃完那么多，那鱼真的很大呢。视频觉得对你有帮助，别忘了帮那个点赞、分享、订阅哦。